仗呢也拿到了一胜一和的战绩。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昨天的胜利投手曾经讨论到的，在整个世队的四位洋将，后面的商品都做了，不好加回去了。两好两坏，接个球，偏高的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接个球还是两好三坏满球数，接个球打击出去，咬中了球心，球在左外野方向出去了，红不让。郑兆航今年球季第11支的全垒打，哇，这个打击呢？能够说他是祈福熬成婆吗？熬了那么久，终于让他等到这个球，咬中球心。哦，对，我想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在于缠斗性一直显现出来，不断的打界外球，那最后也让对方有那种你要的一个位置。是，哦、那观众朋友可以赶快 call in 到0203-04-868来参加全垒打及时乐的 call in 赠奖活动。那前十分钟的扣音进去的话呢，就有机会的可以来参加全垒打及时乐彩券的抽奖。郑兆航呢，这今年第11号的全垒打，这支 solo 红不浪呢，帮助新农牛队在这场比赛目前取得2-1暂时领先的优势。这个球咬得非常扎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两好三坏之后。这支全垒打，郑兆航把球拉回来，在左外野方向飞越了新足球场的全垒打墙之外。那这支全垒打如果说能够因此而帮助郑兆航找回之前打击的感觉的话呢，在六局的下半哦，所以他之前都球都跟得比较后面，那这个击球点这么早，而且形成一个左外野深远的一个圈打，我想对他来讲是非常甜的这个球。是，而且面对的应该是一个变化球。对对。